市民代表林百瑞关心车站前道路拓宽改善议题，在代表会上向市公所提出质询，尤其中山地下道的修缮计划，林百瑞认为在还没有争取到中央经费之前，可以先重新粉刷墙面，美化花莲市容。市民代表林百瑞关心车站前道路的拓宽改善议题，在代表会上向市公所提出质询，尤其中山地下道的修缮计划，林百瑞认为在没有争取到中央经费前，可以先重新粉刷墙面，美化花莲市容。国清一街的道路的拓宽，二来就是来就有的国华里、国丰里的一个道路的一个两旁的一个排水沟的加盖，增加道路的宽度。二来呢，就是我们公园左仓公园的一个道路的拓宽，就是增加利用到铁路局的用地，来增加它的宽度，使这个路呢的车子的一个交汇呢比较容易一点，行人都会比较安全。修缮的部分呢，因为它本身机会很大，我们如果修缮的话，就是能够彩绘的部分呢先行执行，市公所先行执行呢，而后额度比较大的呢，譬如说内政部的补助款的话呢，我们再陆续的办理。建设科长徐国成表示，站前道路拓宽涉及到其他中央单位土地，市公所已经提具计划在争取当中，而中山地下道的改建所需经费庞大，市公所也努力在争取经费。至于墙面彩绘粉刷的作业，市公所表示会尽速来安排。记者会换室报道。